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日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26页，626页第二行看起，课题：正报庄严分两大段啊，第一段主，我们看偏题，光明遍照第12品，本经连老把它分作48品，与弥陀48愿相应啊。前面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介绍这一篇，请看注解。节前一品，过节严禁品，过节是他的教化区，阿弥陀法佛教学的地区，也是极乐世界往生大众生活的地区啊，严是庄严，净是清净，贤呢，依报庄严，依报是环境啊，极乐世界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学习的环境啊，都非常圆满，非常殊胜。那么经第12与13这两品，显正报庄严。正报是极乐世界居住的大众，极乐世界往下我们就看到了，居住的大众啊，确实很单纯，很稀有啊，单纯到什么程度呢？好像这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一个大学，
是个学习的场所。因为极乐世界没有听说有过往，有上帝没听说过，也没有听说过有四农工商啊，只有两种人，一个是老师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老师，另外第一种人是学生，从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跟随阿弥陀佛修行学道的啊，就这么两种人，非常单纯啊。我们先看这一篇经里头是介绍老师啊，老师太殊胜了。从老师的殊胜，让我们联想到所有的学生也非常殊胜。啊，光明遍照，是身边十方。寿命无量，是数穷三界。这一句话里头含义很深啊，身遍十方是法身，法身遍十方，报身、应身、变化身，当然也遍十方啊，寿命无量是数的数，就也就是说光明遍照是讲空间，寿命无量是讲时间，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这叫三界啊。极乐世界光明无量，寿命也无量，本品赞扬弥陀光明，首这一开始赞弥陀光明的独身，这分成四段啊。次一段呢，光明之音声啊，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光明比其他诸佛了要殊胜？第三呢，显十二光的身明啊，这是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赞叹啊。十二种光明，十二代表圆满，末后一段显光明妙用的殊胜啊，佛以这十二种光度脱十方一切众生，光明也是表智慧啊。这前面是第一段显光度身啊，分两小课，第一个小段微光遍照啊，第二段赞叹光中极尊，都是赞叹到基础啊。我们看下面这一段显光度身，微光遍照，请看经文。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土。
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啊，我们这个世界在极乐世界的东方啊，所以我们称极乐世界叫西方，西方极乐世界。请看注解，这一品经是阿弥陀佛第十三愿，他参访我们今天教调查研究啊，是叫调研佛门里面参访，就这个意思啊。他这个世界怎么建成的？阿弥陀佛在没有成佛之前发了个大愿，看到十方世界，特别是六道轮回，这些众生太苦了，太可怜了啊！经无量劫在轮回里面头出头没，受无量的苦报，发了一个大心，想用什么善巧方便的方法帮助他们脱离轮回，这个愿发的大了啊！佛教出现在世间，他为什么？这些人都是很浅显很重要的问题啊！佛教为什么在这个世界？就为一桩事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我们从这里想，佛菩萨多么伟大，到这个世界呢，不是为他，他没事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六道里面的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是造业啊，所造的业。经上说，如果有体积，体积再小啊，像细菌一样非常微小，佛说净虚空都容纳不下。无量劫到今天造多少业了，又何况这个业里面决定是善业少恶业多啊。我们可以冷静思维观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是为自己，全都是恶业；为别人，这叫善业。这个善恶的定义是什么？帮助我们出离轮回的是真善呐。我们出不了六道轮回啊，那就不是善了。念念为自己出不了六道，好事也出不了六道啊。好事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果报在人天，人天没有离开轮回啊。
轮回是天道、人道、修罗道、恶鬼、畜生、地狱，这个六道轮回出不去。修善断恶，修善生三善道，造恶呢就生三恶道。我们冷静观察，从自己观察起，再观察我们周边的人，起心动念谁不为己？为自己，就善恶都不能脱离轮回，这就错了。啊，所以佛教我们一个方法，教我们无住身心。啊，《金刚经》上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什么人？这是佛与大菩萨们，他们做到了。啊，佛跟菩萨生的什么心？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心。我们现在还有许多人说他是迷信，你说佛菩萨冤不冤枉？啊，回过头来想想自己，我自己26岁才听到佛法，我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啊，当时我向他请教，我说佛教是宗教，是迷信，尤其是佛教是个多神教，多神教意味着它是低级宗教，啊，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佛教的神太多了，到寺庙去看，说不尽。啊，多神教、泛神教意味着是低级宗教，它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你还年轻，你不知道。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佛，只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在这个单元里头认识了佛教，没想到这么好的东西。啊，那个时代学佛已经很困难了，没有人讲学。我向方老师请教啊，我说老师，你的佛教从哪里学来的？啊，他告诉我，抗战时期他在中央大学教书，那个时候学校好像在成都，抗战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呢他生病，一些朋友劝他到峨眉山去养病，峨眉山文殊和普贤菩萨的道场，那个地方环境确实是好啊，我去过2次。这是在山上养病的期间，山上没有报纸，也没有杂志，啊，也没有什么书籍，只有佛经。啊，养病时间没有事情，没事做，就看佛经。
越看越有味道。从此以后，他没有一天不读佛经。啊，他真的就看进去了。啊，所以在台湾，在台大，后来离开台大，在辅仁博士班里面讲华严哲学。啊，几乎他所开的一系列的全是佛经，大乘佛学、魏晋佛学、隋唐佛学，他开的这个大单元。啊，一个单元至少要讲一个学期、两个学期，很难得了。啊，我从这里入门。啊，我跟他学，我的课不是在学校上的，是在家里。真的是特别为我开门课。啊，每一个星期天，上午9:30到11:30，2个小时。啊，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佛法这么好，我们对它产生那么大的误会。啊，那么明白之后，我就开始读经。啊，老师告诉我，你要学佛，现在寺庙里头没有了。我说怎么回事情？200年前，中国的寺院庵堂都是佛教学校，那个时候修行人真正叫有道德有学问。啊，他们是社会教育的老师，义务教学。现在没有了，现在寺院里面不讲经了，不学经教了。啊，念经的还有，讲经的没有了。啊，所以你学不到。我说到哪里去啊？经典啊，告诉我，寺庙收藏有经典，到经典当中学啊，也不必问他们，他们不学啊，只是寺院提供我们经书啊，经书不是给我们的，我们自己要抄。重要经典要抄，所以找空闲的时间就到寺庙去抄经去。啊，到以后我们晓得，原来古时候这些帝王他们很聪明，他们用佛教教化人民，老百姓为什么这么好，社会为什么这么安定啊，老百姓受罚，为什么他持戒？啊，接受佛陀教育，首先就学到三规五戒。啊，懂得孝顺父母，尊重师长，把人民都教好了，使社会安定，家庭和睦。人的思想端正，行为端正，社会安定啊！啊，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这是出家人他们的本分工作，他要教化人民。
我们学佛之后才晓得，世尊一生在办学，他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一生教学没中断，是一条龙的学校。啊，小学12年，中学讲方等8年，大学22年，啊，研究所8年，一生呢，啊，49年，没有听说他放过假。教学是义务的，只闻来学，啊，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也不分宗教信仰，因为佛法是私道，佛法里头没有说神造万物，啊，没有，这个万物从哪里来？是从我们念头变现出来。啊，这个被现代量子力学证明了，证实了。啊，所以这些科学家对佛法很佩服。我们用这么多年才搞清楚，佛在3000年前，他没有科学，他怎么会知道的？而且知道比我们还详细。啊，他们的研究报告没有佛经讲的详细。所以科学家怀疑，非常可能人有一种本能，这个他们没发现啊，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因为佛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华严经上又说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所以他本来是佛啊，为什么变成众生？你迷了，迷失了自信，自信就是真心啊，你今天起心动念全是妄心，妄心是什么？是生灭心，有生有灭全是虚妄，不生不灭是真心，人有个真心啊，修行什么？把妄心放下，把真心找回来，就成佛了。啊，我们开始慢慢的把妄放下，慢慢的修真的，这就开始学啊，小学毕业就小悟啊，小悟非常管用。啊，他至少带给我们这一生身心健康。百病不生啊，病是业报。他叫我们身心健康，你看，教我们素食，素食健康啊！啊，尤其是现在，现在这些动物很可怕啊，家里面养的畜生。他们吃的饲料里头有化学东西在里头啊，这些化学都带着毒素，非常不健康啊。我们明白之后素食的好处，我学佛6个月就吃素，为什么呢？吃素好处啊，身心健康，真的，这个效果真受到了。
啊，所以我学佛，方东伟先生教我，我六个月就素食，跟张家大师。啊，这是藏传的一位大德。我学佛的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的，我跟他，哦，我26岁，他是65岁，68岁过世。过世以后，我跟李老师，啊，他是个在家居士，我跟他10年，啊，经教是他教的。13年了，我素食64年，啊，要爱护自己身体，不要让它长病，不要让它有烦恼，啊，那么会引起我们烦恼的，最主要是媒体。啊，那么我不看报纸，不看杂志，啊，不看电视，电脑这些与我通通绝缘，我没有手机，没有电话，啊，打电话找不到我，啊，特别是。这些电视媒体啊，这里头的内容都是造恶业。你接触这个东西，你天天起心动念就在造业，那多可怕啊！这些东西统统排除了，心清净了。啊，一生除了讲经教学之外，没有其他事情。我是在98年到新加坡，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做了一桩事情。把新加坡的宗教团结起来了，我们有深深感觉到宗教的经典，我都喜欢读，啊，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没有叫你走我的啊，宗教会有冲突，宗教会有战争，那是他个少数人的他们所操作的，绝对不是宗教里面的本意，你去查清查不到啊。伊斯兰经里面，古兰经里头确实有圣战，圣战是什么意思？战胜自己的贪嗔痴慢叫圣战，不是对外，不是杀人啊，哎，你有没有办法把你自己的贪嗔痴断掉啊？那个能断掉叫圣战。你说这本来的意思多好，啊，跟中国儒家格物是一个意思。啊，你看大学里面讲的格物致知，诚意真心。啊，格物说格就是格斗，就是打仗。跟谁打仗？跟自己打仗。
把自己的欲望打败，叫格物，格杀物欲。我们一个人在世间生活所需不多啊，你会过很快乐的日子啊。那是欲望膨胀，你这一生你怎么能过到好日子啊？天天在需求，天天在播出，苦不堪言。就今天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这个在历史上找不到的啊。富贵一定安乐，现在富贵没有安乐。所以经书不能不读啊，读多了知道了，里面真有乐趣，里头有真理啊，它帮助你家庭和睦，帮助你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每一部宗教经典都是这个方向，这个目标，这哪有不好呢？现在真的是出问题，不是宗教本身出问题，是宗教信徒出问题。不是真的信徒，不研究宗教，不认真学习啊，去搞迷信，去骗人，这真有不是假的啊！宗教里头内部斗争啊，为什么斗争？为真信徒，为真供养，为真荣誉，自赞回答，我比他好，他们都不如我啊！诱惑信徒。真的出了问题啊！问题出来了，宗没有了，教也没有了啊！宗教两个字的意思没搞清楚啊！字典上有啊，你查查看，什么叫宗教？中国这个宗字典上很清楚，主要的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尊是尊重，崇是崇尚崇高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连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如果把它扩大，它的对象是全世界人民。佛法讲众生，用佛法讲，是宗教是一切众生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一切众生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一切众生尊崇的教化。光明无量是智慧，他有真智慧，有真道德了。道德不是学来的，是自心里的有的。像佛在经上讲的，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有跟如来一样的智慧，
底下就是道德。德能啊，能是能力啊。啊，今天讲的技术、科学，是这些东西。啊，自心里都全有。那佛陀教育开发自信，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它不向外求，外面没有。为什么外面？外面一切是我们自己心变现出来的啊，什么心？妄心，那不是真心啊。真心变现出来的是极乐世界啊，妄心变现的才是十法界，才是六大轮回。所以不能向外求，西方的学术科学是向外求，东方的学术是向内求，不一样啊。东方有真实智慧，智慧没有局限性，能解决一切问题啊，科学技术不行，它有局限性，它有后遗症。那现在我们看出来了。啊，大概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最大的后遗症就是核武战争。啊，核武生化做武器。把世界上的生物包括人类通通灭绝，有这个能力，这是科学技术的后遗症。中国古圣先贤懂不懂？懂。为什么不发展？如果发展了，恐怕地球早就没有了。大慈大悲啊，啊，向伦理道德这一方面发展，不崇尚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有啊，没有西方人搞得那么快，搞得那么没有顾虑啊。中国人对这种东西考虑很周到啊。王蛮的时代就有人学滑翔啊，像滑翔机一样空中飞行啊。诸葛亮大家晓得发明的木牛牛马，机械化的运输，这都科学技术啊。为什么他们死后把他们全部灭掉，不传个后世？这些东西在真正有道德地方好，不造业。如果什么有道德拿来当作武器，那可麻烦就大了啊。所以诸葛亮把它毁掉，一个都不传啊。像诸葛亮的人不止他一个，多。中国人想的远，想的深啊。爱因斯坦如果是中国人，受过中国传统教育，他决定不会把原子弹这个信息铺露，决定不肯说啊。这个不是好事。二次世界大战在那个时候不用原子弹，日本人顶多再支持一年，他就支持不住了啊。国家的八年抗战掏空了，那个时候15岁小孩就要上战场了，他没有人了啊。中国人多能支持得住，可持久战啊，日本人要快速战，他原来想的很好，3个月中国就灭亡了啊。没有想到打到8年，中国越打越强，他们越打越弱
啊，没有原子弹，他也灭，也要投降，也没办法。啊，那么这两颗原子弹，改变了整个世界。啊，虽然没有核不核这个核子战争，人害怕了，给全世界的人多了一种忧虑。啊，尤其现在的大国储存的核弹数量都惊人了。非常可怕。啊，所以汤恩比博士一般人晚年就想着一个问题，如何让第三次世界大战永远不会爆发。他就想到世界政府，想到全球统一。啊，全球统一就不会发生局部性的战争。啊，谁来统一？就是中国人统一。他是英国人，伦敦出生的。啊，中国人用什么来统一？用文化，全世界每个国家族群的文化，他都研究，深入的研究。啊，他认为中国文化最优秀，中国人心量大，中国人爱人，能够舍己为人，例子太多。啊，几千年历史当中，中国人没有欺负过别人，没有占领过别人土地。啊，在全盛的时期，附近的小国都自动的归附。啊，人家来仰慕，来向你学习。啊，中国人很慷慨。你来了我就教你，我就帮助你。啊，这有历史为证。啊，所以认为最有资格统一世界的中国人。而且特别重视中国文化，汉字不能废除。文言文要认真学习。经书不可以不读，外国人说的，这不是中国人的。啊，现在英国人真干了，我们看到欢喜赞叹。啊，希望有一天全世界都学中国的汉字文言文，这个世界就统一了。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战争。啊，我们认真努力，向这个目标方向迈进。啊，中国人有福报，祖宗有德。出现一个好领导，习近平先生。啊，任期虽然没多久，他在国际上的访问谈话，啊，他所表现的、所作所为，得到全世界人的肯定，这个很难得。啊，他来带头，我们相信他带头走的路是传统文化的路，
是唐太宗所编的群书治要的录，这个好啊，群书治要唐太宗编的，从三皇五帝到前面的晋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教训统统抄在这一本书里头。这本书是中国文化精华当中的精华。那么我们希望唐以后啊，隋唐元明清这一千多年还有非常好的东西啊，我希望在习主席这个任期之内编一套群书治要续篇，那就完整了啊。唐太宗编到他那里，后头都不晓得，所以后面这个要编续篇，那就是完整的群书治要了。这对于中国文化史是非常伟大的贡献，对全世界的贡献，对全人类贡献最大了，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啊，我们相信主席他走的是这条道路，他没有走错。啊，国际上许多朋友都赞叹，都有信心。希望十年、二十年之后，中国的汉字文言文是世界上通行的、普及的文言。啊，就像佛经一样，佛经在隋唐那个时代大量的流入中国，干什么？要把它用汉字、用中国文字写出来，可以传给千年万世，不会变的。梵文不行了，梵文是拼音文字，现在很少人懂的。啊，梵文经典人人没有人读了，自然会被淘汰掉。啊，图书馆收藏的梵文经典，当作文物保管了，不实用。啊，所以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族群，老祖宗都留下很宝贵的东西，啊，但是怎么样呢？很多人都不懂，要考古的专家学者未必完全知道，那怎么办？必须通通把它用中国文言文翻出来，以后就没问题了。啊，文言文是超时空。啊，你看三四千年以前老祖宗留下东西，现在人看得懂，认得字，没有认错，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它太强了，它永远不会中断。那么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好的东西想留下来让后人都知道，只有把它翻成文言文就保存了。啊，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重要的文化工作。啊，首先是文言文的普及，第二个全世界各个族群
好东西都要用这种载体来承载它，啊，它有方法超越时空，不受时空的限制，啊，这个概念我们这些年的宣传起了一点效果，啊，逐渐的大家对这个重视，这好事情，啊，才开始，我们要不断努力，我们经文读过了，我们看注解。古时候，唐朝，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弥陀四十八愿当中有五愿是最真实的愿，特别重要的。那么第二十二，定成正觉，非常肯定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成正觉就是成佛。啊，换一句话说，生到极乐世界，肯定你能够完成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回归自信了，找到自信了，回归自信。那么第十三呢？这一点就是光明无量。第十四就是寿命无量。现在我们这两品经，第十三品光明遍照第十二，寿命无量第十三，这个两品在这里细数，就是这两愿的细数，这两愿太重要了。啊，后面有第十七愿，诸佛称赞，遍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没有不赞叹阿弥陀佛。为什么？诸佛赞叹，众生才知道啊，才知道有一尊阿弥陀佛，才知道有极乐世界，才发愿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太重要了，诸佛是介绍人。啊，赞叹就是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啊，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啊，下面最后一条，第十八愿，十念必生，往生容易不难呐。这个十念必生是指最后。啊，人最后断气之前能念十念，甚至能念一念二念都能往生，但是人在临命终时他会不会念？啊，如果真会念，他真的往生。眼前有个例子，广东潮州道德讲堂谢走，他的老父亲往生，老父亲一生没念过佛，
他劝他，他也不接受。啊，真的到临终前两个小时，临终前两个小时，最后他就看到爸爸劝他，西方有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哎，他爸爸没拒绝，点头。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你相不相信？点头。哦，这两个点头的，他很高兴。他说：“我念阿弥陀佛，你跟着我念，好不好？”他爸爸好。念了不到两个小时，他爸爸就往生。啊，那一天在现场送他爸爸，爸爸病危的时候，有1000多人，大家都看到。啊，有看到放光，有看到莲花，很多瑞相。啊，这是给我们表演18愿生念必生。平常没念佛，最后临命终时，他的儿子做的功德很大，做了这几年做的好事啊，到这个有关系啊，临走的时候为我们表演这一场。啊，生念必生。那么华念老的注解说，这一品是阿弥陀佛第13愿，光明无量愿呐，与第14愿。促光安乐愿的成就啊，前面是发愿，发愿是因，这里果报现前。第13愿是光明无量，甚觉觉深诸佛，此愿成就，故阿弥陀佛威声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啊，那么像这些经文，我们普通读到了，一定会怀疑，成了佛了是平等的，哪里还会有差别呢？啊，这底下两句说出来了，至于佛果平等。光明何异？为什么光明不一样？日本净宗大德望西法师说：“常同常别，诸佛妙德，内证虽同，本愿别故，光有神力。”啊，诸佛。他们所证的完全相同，没有两样啊，同一个级别，但是每个人的愿望不一样，每个人过去生中跟一切众生的缘也不一样啊，所以他光明大小有深有力啊，是这么回事情。说此真经中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之啊，跟世尊在这个地方所说的意思相同啊，一定要知道他前世求道
所愿功德大小不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时间很短的，一百年一弹指就过去了。我们要怎样修成就大智慧大功德，啊，读这个经我们明白了，现在量子力学家给我们证明了，那就是发大心。在这个世界发大心就是做大事，为什么人？为所有一切众生，至少我要为全世界人民啊，起心动念不是想一个地区，不是想我的一家人，我这个团体，不是的，想全世界。想全世界的社会安定，想全世界的社会和谐，啊，像汤恩比博士一样，他晚年80以后，他85岁往生的，80到85岁，晚年这个5年。真的是菩萨，大慈大悲，念念为地球的安危着想，如何帮助这个地球永远不会发生战争，他想这个问题。真难得，真不容易。啊，他想的有道理。写了几本书，还有在杂志上、报纸上发表的谈话、访谈，几乎都集中在这些问题上。啊，这样的人造这样的善业，我们知道他纵然没有遇到佛法，没有想到西方极乐世界，肯定升天堂。那我们一般看欲界天忉利天以上是他的去处，啊，欲界六层，忉利天、夜魔天、斗率天，我相信他在这三个范围，到哪一天我们就不知道了。啊，难得了。不为自己想，那么所愿功德大小不同，愿心是第一重要。啊，自己尽心尽力了，就叫圆满。不一定要成功，成功是缘分，还有众生的福报。众生造的业重，为什么大的福报？菩萨也无可奈何，何况是一个人？啊，但是他这种想法、看法、
说法功德非常大啊，能够变成影响，知道的人多，学习的人多，真干的人多，他的功德就更大了。那么这是正是经中本兮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之意。恒沙指恒河沙数多，恒河沙很细很多，数不清。四维是指东西南北四方，四维是四柱啊，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这叫八方啊，四方变成八方，加上上下就是十方，华严经上是十方，这个意思。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光中其尊，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念了这段注解容易懂，我们把它念一遍啊。顶上圆光，我们看到很多佛像，画的佛像大概都在顶上画个圆光啊，专门指顶上圆光啊，身上有光啊，有旬是印度距离的单位啊，我们现在距离用里公里啊，多少公里啊，那么印度单位是由旬，古时候帝王一日行军的里数叫一由旬，或者是四十里，或者是三十里啊，这是古时候帝王行军。又维摩经深照大师的注解对于游行呢有说明，这游行呢天主，天主就是印度啊，里数他们量距离里数，上游行呢六十里和中国六十里，中游行呢五十里，下游行呢四十里，以上差异盖由中印两国自古至今度量衡单位常有变化，且行军一日的里程不是常数，每一天走的不一样啊，这种情形我们在二次大战当中啊，那是我们十几岁啊，我也是跟着军队行军，大概走了几万里路啊，天天走路，最少六十华里，不是公里啊，我们中国华里多有120里，天天走啊，我走了8年了，走了10个省啊，所以东南10个省我都很熟悉，走遍了。故不必
定知一数，不需要执着，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从一有行到百千佛刹，这一段表诸佛光明所照的圆镜，以为对比。有些经上说的，照一二佛刹，一个佛刹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很大了。两个佛刹，光明就更大了。你看诸佛，这都是缘，这个佛跟这个地区的人缘分有多大？还有能照百千佛刹，这都不可思议可是唯独阿弥陀佛能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数无边无数佛刹。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了一切诸佛刹土，没有他照不到的。为什么？他要是照不到，他就不成佛了。这是四十八愿里头说的。第十三愿说的。那么他成佛了，他的愿就圆满了。有一愿没有圆满，他就不成佛。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愿愿都圆满了。那么阿弥陀佛真的满他自己因地的宏愿，普度法界一切苦难众生，他真做到了这显弥陀光明的独身，证明弥陀光明最尊第一，超越十方是为本品内容之首这个内容第一段阿弥陀佛的光明无比殊胜下面这一段呢，显光应身，请看经文：诸佛光明所照圆镜，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光明，我们头上有圆光，身上非黄光，我们有理由相信每个人光明大小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你发愿的心不一样我们今天发愿要想度整个地球，这心量就够大了，大概还想外太空，没想到其他心就没想到了地球上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地区，想到了没想到外太空，没有想到银河系这个就不一样了有没有想到外太空？在我相信有确实有
那时修行已经有相当功夫的人，我们讲禅定定功啊，禅定的功夫越深，他的光明越大啊，照的地方越远。能够照到三千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如果再向上提升，那应该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的最殊胜的地上菩萨，到八地境界差不多跟佛相等了啊，跟诸佛如来相等啊，这是我们能想到的啊。所以我常常劝同学用真心，尽可能的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妄心造轮回业啊，善善心生三善道，恶念生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心量要大。我们如果真正发心求生净土，断恶修善，把这个功德通通回向求生净土，这个光就大了。为什么？跟阿弥陀佛的佛光相应啊，当然得到阿弥陀佛佛光的加持，肯定。你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志同行，哪有不加持道理我们今天也看出我们的汉字文言文快要断绝了，我们发现了挽救，哎，就遇到很多人志同道合的人，我想这祖宗安排，祖宗不希望断绝，祖宗希望这个文化的根永远传下去，决定不能丢失啊！我们发现干这种事情，祖宗加持，佛菩萨也加持啊，为什么？大乘经教通通翻成中国文，就可以说证明佛菩萨爱护啊，他们知道梵文传不下去，会断的，断掉的，那是拼音文字，它是有局限性，文言文没有局限性，可以永远传下去啊！如果文言文能够遍及全世界，可以做得到，不是做不到，那就救了全世界，救了全人类，不但救了现在，救了未来，这是多么大的功德啊！所以跟古圣先贤他们的心愿相应，跟佛菩萨的相应相应，这个好啊！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一段，正贤弥陀独生之因，他为什么独生？那前一品曾经说到，清净庄严，超于十方。啊，这一品又说，十方诸佛所不能及。啊，把你比不上啊！啊，下面又说，底下一段，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是赞叹到顶头了，没有更高的了。啊，于平等法中。大乘佛法是平等法，平等法里头又有如是差别，盖由于前世求道之本愿不同也。这一句话说得好，没有成佛之前，你学佛，你发的愿，度众生的愿不一样。那一般人发愿，大概普通人发愿能够度六道众生就不错了，就很难得。啊，阿罗汉发愿度化众生难占不周啊，一个小世界啊，菩萨发愿，释迦牟尼佛的教训，娑婆三千大千世界，菩萨很多发这个愿啊，要度遍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将十方三世一切苦难众生，那这跟阿弥陀佛的愿就相同了。阿弥陀佛确实是这个愿，不为自己啊！啊，极乐世界成就了。他一天都没离开，在极乐世界干什么？讲经说法。讲什么经？什么经都讲，什么法都说。啊，为什么？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太多了，每个人想听想学的不一样。啊，佛有这个本事，有这个大德大能，一因说法，众生呢随类得解。我喜欢华严经，我在阿弥陀佛讲堂里面听佛讲经说法，就是讲华严经。啊，你坐在我身边，你喜欢《法华经》，你听到的就是《法华经》。众生喜欢学什么经，他就你听到的就什么经。这种科学技术比我们进步，我们还没能做到。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想学什么，没一点障碍都没有。啊，佛就跟你说什么，一定要讲到你修行正果毕业，你才会离开教室。啊，阿弥陀佛在教室里一坐，十节没起来啊！啊，多少众生在讲堂成佛去了，
不成佛，他不离开讲堂，他不去。极乐世界的身不是肉身，不是物质，所以他不需要饮食。啊，他没有大小便利，他是法性身，他不需要睡眠。啊，精神饱满，一直要听到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才会离开讲堂。啊，没有到这个境界，不离开讲堂啊。啊，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进去是凡夫啊，出来成佛了。啊，不成佛不出来。啊，不出来也有大神通。啊。阿弥陀佛没有离开讲堂，没有下座位，他化身分身无量无边，干什么？到十方一切诸佛国土去迎接念佛往生的人，他要去接，他不去接，大家不知道极乐现在哪里，所以一定要等他去接，他是做这个去的。讲堂里头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有像佛一样的神通，也分身无量无边，去干什么？去十方世界拜佛，亲近诸佛如来。拜佛是修福啊，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呀、啊，佛慧双修。你看极乐世界讲堂没离开，能分身到十方世界，甚至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他都没有障碍啊，讲经说法他都听到了啊，所以有人问我，往生到极乐世界人，为什么有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再差一个阶级就成佛了，还用得着到极乐世界去吗？有这个怀疑，我就告诉他，等觉菩萨在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跟在十方世界亲近诸佛如来不一样。极乐世界比其他的佛国土殊胜，那换句话说，成佛的时间会缩短。啊，在其他诸佛刹土时间很长，到极乐世界大佛祖就缩短，所以他要去。啊，极乐世界确实太殊胜了。啊，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注解里的时候，幕后这一句是念老讲的，为至成佛时，每如其本愿而现光明，皆自然成就，不应计划与安排。极乐世界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为什么他能到这么高的境界？这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第二十愿又是有一句经文，做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是证明的，阿惟越智是法身菩萨，是到顶了。
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诸佛集赞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就赞叹到基础，若要佛法行，唯有生赞生。古大德教我们的，普贤行愿品，十大愿望，第一个离经诸佛，第二句称赞如来，为什么第一句说诸佛？第二句说如来，如来跟诸佛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应该说一样的。为什么要换？有差别，不一样。称诸佛是从相上说的，形象上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如来是从性上说的，你虽然本来是佛，你现在不是佛，你现在是凡夫。为什么？你迷失了自性。所以离境从形象，平等离境，没有分别，称赞有分别啊，称赞有正有负啊，如果是正面的值得称赞，负面的就不说了啊。所以称赞只有善没有恶，没说你去做恶称赞啊，没有。但是离境是不论你是行善做恶，离境是平等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要做啊。啊，现在这个社会称赞很少啊，回报很多啊，很多是恶意的回报啊，同行相忌啊，自赞毁他了，这是大戒重戒，但是现在普遍都犯这个戒，都说自己好，都说别人不如，这个事情为什么？为名利，为争取信徒，为争取供养，造地狱业，自赞回他将来堕地狱。我们要认真学习，绝不能干这个事情。啊，别人回报我们，无论他是什么用心，我们只有接受，我们没有回应，我们没有报复啊！这什么？这修行。为什么我们这么做？我们遵守十大愿望，普贤菩萨教我的啊。回报我的人，他有好处，我赞叹他；他有恶行，绝口不提。不但不提，不可以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是把我们的良心
当作别人的垃圾桶，把别人不脏的东西放在我们自己心上，错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放在心上是无边的罪业啊，因为你心上常常会想到啊，啊，根本不放，一切不善啊，他的善行、善业，我们可以放在心上。恶的，我们决定不放在心上。啊，修行如果没有这个功夫，你修行就不得力。为什么？你的烦恼很多，你的心不干净。啊，修什么？我们这个精体上，清净、平等、觉，就修这三样东西。啊，把人家的东西放在心上，我心不清净，被染污了。啊，不但恶的染污我们不要，善的染污也不能要。为什么？善的染污生三善道，恶的染污生三恶道，通通脱不了六道轮回。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行善，不着行善的相，不要把自己做多少好事、多少功德的时候放在心上，我们不生三恶道、三善道，也不生三恶道。啊，断恶不着断恶的相，行善不着行善的相。念佛的同学，记住一句话：心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就对了。你将来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决定往生阿弥陀佛。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记住，一切法从心想生，善念生天堂，天堂是你变现的，不是外头来的。恶业堕的三途，三途也是你恶念变现的，与谁都不相干呐。这个道理要懂啊，一报正报。全是自己念头变现的啊！念头是什么样念头最好呢？什么念头都没有最好，那与自信完全相应。但是这很不容易啊！所以净土中的方便，就是它准许你有一念念阿弥陀佛，哎，你只有这一念，用一念把所有念头打掉，它是这个办法。这个我们学起来方便太多了啊！世界上最好的念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比什么念头都好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头，这个念头第一殊胜。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还得了？我们要记住啊，啊，时时刻刻有阿弥陀佛，就是最好的念头。啊，你将来决定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学生。啊，生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见面，花开见佛。阿弥陀的加持，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这叫难信之法了。你凭什么？
得这么多的好处，完全凭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完全凭阿弥陀佛对我的恩德，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世间什么好事都没有这句佛号管用啊！这句佛号包括一切诸佛的名号，念叫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全念到了，它是总名号，也包含一切经教，也包含一切法门，全在一句佛号当中。一句佛号总收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不能比，没得比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注解里头念了这一句话：“因果如因，迷草在因地上发的愿，成佛之后，这些愿。”全部都兑现了，没有一愿是空愿，所以四十八愿就非常重要，是这一部经的核心。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我们没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转述给我们是照着阿弥陀佛的原话，完全没有改变，讲给我们听的。这个要知道，其他经文，释迦牟尼佛讲的，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唯独四十八愿这一篇。是阿弥陀佛自己宣说的，我们学了要感恩呐。要发心，真正相信这个经。一切诸佛都说一行，照这个修行很容易成功，但是难信，没人相信的，阿罗汉不相信，全教菩萨不相信，能相信的人凭什么？这经上有说，大乘经上佛也常说道，你过去生中曾经学这个法门，不但学这个法门，你的善根非常深厚，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所以你一接触生欢喜心就能接受。如果过去没有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你不会相信。真的，真难。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是26岁学佛，30岁。我离开工作，在台湾埔里
跟禅云法师住茅屋，我在他那住了半年。啊，禅云法师把净土法门介绍给我，啊，让我看三部经，《无量寿啊，《阿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著作，《阿弥陀经要解》，欧耶大师，还有一部《潜心》，优希法师的《云中钞》，啊，叫我把他的扣盘化成表解，啊，这表解化成功之后，我才晓得佛教的经典不可思议。啊，扩判画出来，表面上是文字结构、章法结构，它的完整，你不能加一个字，加个字是累赘，不能少一个字，少一个字断了。文章做到这样程度，第一流。啊，不用扩判你不知道，画出来是你完全知道了。啊，我在山上半年做了这个工作。啊，但是我不相信，真难相啊。啊，以后我下山到台中跟李老师学教，我在台中住十年，李老师至少劝过我六七次，劝我相信净土。我不反对净土，但是我不相信这，信心生不起来啊。啊，这信心怎么生起来呢？讲华严经，第一次讲华严经，讲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一段时期我在台湾，华严经是一个星期讲三次，每一次是两个小时，就六个小时。啊，三次是两次讲八十，八十华严，一次讲四十，行愿品，两样东西同时讲。讲到一半，我们算是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有毛病，习气很重，想到文殊普贤是我们最崇拜的人，他怎么成佛的？在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看到了，原来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这个让我们看到汗毛直竖啊！啊，我们这样叫归净土啊！感恩李老师，感恩禅云法师，他们是真心的帮助我，我们自己见识不够，智慧福报不够，没有接受啊！啊，到这里完全接受了。华严、法华、楞严引导我入净土。啊，所以我对于经上讲的难信之法，比别人深刻。啊，我不是这些大经大论，不会学这个法门，不知道这个法门殊胜，啊，太殊胜了。所以晚年，我是到八十五岁，把一切经都放下了，
只讲这一部经，只念这一部经，只念一句佛号，不麻烦了啊！一心一意专修净土，也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大家。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